声音是来自我们的北艺客家的酱仙谷，来到最近香港的老乡啊，来现在是我们台上是我们的台中超级火红的青年们，难怪的往来这边做表演，赶快赶快这边，等一下我们再做十分钟过后，再送我们的现金传带给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们，所以在这里赶快拿定酒了，赶紧来到家了，来做集合的动作。有喜不散，我可以另外一下哈，我们如果等一下想要拿礼物的朋友来这边，好吧？要拿礼物的朋友来这边哈，我们拿礼物往这边丢 ，OK？ 我们拿礼物往那边丢，跟他们讲一下啊，跟他们讲一下啊。